很小的时候，或者是所有练武术的朋友啊，一定会知道我现在蹲的这个步子叫什么？骑牛步，对不对？错，这叫马步。啊，最初啊是骑马而来。练武术啊，第一课一定让你知道拳掌勾，一定让你知道弓马步啊，弓马步的马步。哎，直到今天提到马步啊，我还会有一种啊，回想起当年呢、啊、练武时的这种心酸。好，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马步。到现在会想起啊，哦，原来练习的马步啊，真的是有用处啊，有用处。我们很多人做过深蹲，哎，在健身这个行业里面都知道，练大腿啊，这都是非常练得非常高级的这些运动员才练习，才会懂得练腿。为什么大家这么重视练腿？一定会知道，你的腿部啊，如果没有力量，没有耐力，没有经常的刺激到它，你会发现经常你这个脚拎不起来，会没有力气啊，让整个人呢、啊、会发软。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静蹲啊，静是安静的静，什么都不需要，蹲啊，马步蹲的蹲。那么从传统武术为什么要练习这个马步冲拳，马步冲拳啊等等呢？为什么呀？跟大家从这个科学来普及，是通过这种马步这种蹲啊之后，你会发现它刺激到的不仅仅是我们外面的这个肌肉，它刺激到的是我们大腿更深处的它的肌肉群。所以啊，我们才需要在练武术的时候，你才会去需要我们经常的练习长时间的蹲马步。哎，没有练习传统武术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这个太没有意义了，蹲得又酸，啊，又累。那么练深蹲呢，它也是刺激到了是我们外面的，啊，大腿的侧肌。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说，这样的蹲马步，很多人可能会因为把动作都练错，就伤到了我们膝盖。看一下侧面，错误的动作，所有的力量在膝盖上。那么呢，练习武术的专业的朋友呢又不是特别多，专业的练武术的朋友他肯定会知道，手放在前面起来个平衡，背部向后靠，对吧？或者是这样。那么没有练过武术的朋友，也要想练习我们的大腿更深层次的刺激到他的小肌群，那怎么办呢？一个方法，背找一面干净的墙靠住啊，然后手抓住，左手抓右手，保持个平衡，也可以不抓，慢慢的蹲下靠住就可以了。当你靠住了，你会发现所有的重量都会在大腿的上面啊，臀部往后，它就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膝盖。手可以拿起来，你甚至可以练习手臂的力量都可以啊。那么当我们蹲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刺激的就是我们大腿的这一块啊，如果它酸拍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每一次不得低于1分钟。那么时间长度啊没有长啊，你可以啊随意更长。通过这样的练习，你会发现你的大腿会越来越有力，越来越有力。而且每一日练习啊，你会发现随着你练习的时间增加，你会发现你的腿部力量越来越足。啊，腿部的力量越来越足。当我们练习到5分钟以上，每一次练习之后，你会发现起来之后，腿啊它这种啊酸胀的时间会缩短，并非像我们刚开始练习的时候腿很酸很酸，你会发现起来之后很快速的就会恢复。这就是说明我们的腿部的啊耐力越来越强。所以说今天我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靠墙静蹲，男女老少通通都可以练习，非常的安全，效果非常的明显啊，尤其是男性的朋友。好，我们再看，靠着墙，不要着急，哎，先靠稳，然后呢，慢慢的蹲下，啊，慢慢的蹲下，哎，手可以放在这儿。我认为呢，这个时候更加专注，不宜啊看手机，你可以做一些深呼吸，哎，做一些深呼吸，让我们身体更加放松。非常好，
你也可以看一下手上的等等的一些动作，都可以，啊，总之要刺激的是我们大腿这个地方，啊，不得低于一分钟，一次的练习不得低于三次，哎，多次数的练习，它才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练习作用。那么这个静蹲呢，是现在非常流行的，而且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练大腿的，啊，这样的一个方法。所以，希望朋友们都来参与这种静蹲的练习当中，啊，对你啊绝对是有非常好的帮助。好，感谢大家的这种关注。朝天还背靠山，少林功夫不虚传，长生剑体贴真高，流传千古美名谣，镜中招架铁布衫。Stop!